自己拍手，拍手。哎，六月二十三号，今天是安安大明星直播的时间，然后现在下午的五点钟，我们现场来了一个好孩子，好孩子，模范同学，来了一个学生情人，来了一个帅气可爱的便利商店超级大明星。哎，你是今年那个大家都是不想看到你都不行的那个青春，就是强制进入大家的视线，就是 你整个就是植入性行销进入我们的生活，然后无所不在。欢迎涂善存来到现场。大家好，欢迎江哥。不用这样，不用吗？这样太老派。好了，但是我们今天在那个同样在三立的娱乐新闻，还有在 Vido 的那个粉丝专页，然后还跟你讲一下，就是我们安安大明星就是开了一个新的粉丝团。哦，安安大明星在本周开了一个新的粉丝团，才两天，所以大家要记得去安安大明星按赞。你人真的很好哎，安娜，这样找你来真的很值钱。好，因为你，那你可以帮我们贴在就是你出现的那个便利商店的那些招牌下面吗？我有荣幸挂一个什么安安大明星，然后在你的脸上或者打成一个啾啾，然后在脖子。我是很愿意，但是可能要跟代理商沟通一下。我真的觉得你长大了，然后人在毕业之后，人讲起话就不太一样。因为照以前的话，你一定会傻傻跟我说：“好啊，江哥，我去帮你想个办法。”然后现在你就会开始说：“啊，江哥。”到时候我办不到，我怎么来面对江哥？我就觉得你成熟了，孩子已经跟以前不一样。是。跟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唯一一样的就是你依然非常的帅。谢谢江哥。你知道，金城武也是年纪越大就越值钱。相信我。我也要追随陈武哥的脚步。对，通常陈武哥真的是这个年代的人在叫的。我们以前，真的，以前是吗？全世界以为他姓金啊，人家姓金城，好不好？哦，没，那是日本姓哎。哎，人家是叫做小武哥之类的。好，应该是这样吧。好，我们现在开始针对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做一下讨论。好，我们现在在那个网站上，不管怎样，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对善存来说。你的人生已经没有暑假了。哦，对啊，真的耶，就是在这一刻，大家放暑假的这一刻，是我没有暑假的开始。你本人偏爱在聊天的时候用文言文，这一刻，然后这一刻 ，this moment， 很感伤啊，很感伤的时候。天哪，真的。然后刚刚我还跟善存，就是跟他讲话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的有一点点，就是讲起话来也要稍微。就是字句斟酌一下。刚刚我就跟他说，善存，我们这个直播之后，它将会成为一个节目，然后在上面呢，就随时给大家来点阅。善存也就说，没有这件事我知道，因为我前面都有在 follow。你说你有 follow 一下你的朋友吗？没有，我有 follow 江哥你的节目。我真的很懂，是我想问你说 follow 你的朋友的话，那我就不免想要问说你的朋友到底有哪些？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人就这样子，就在。这个当下就是有一种，就是有一天你功成名就的时候，就可以回头来看你十年寒窗努力的过程。这是我刚突然间想到，我觉得也是蛮会，就是说一些很励志的话。这件，我觉得这件事好像会让我变得比较没关系，比较成熟一点。你知道当哥看着你的时候，就是说该你说话了。嗨，对，但是你知道他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你看着他，他也不会说话，但是你们还是会很开心。然后他就开始抓头，哎呀。然后他就开始，哎呀，不会，等一下，等一下，不会。露出了他的小虎牙，跟你用微笑打招呼。然后少女心就爱心。就是身为一个青春偶像，在念书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吗？我告诉你这一题，你一定要诚恳而开心的回答我，因为我有问你同学，在学校里面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秘密。江哥，为了你来，刚刚在秘密的去跟你很多的朋友做了联络，所以我手上有很多。他们说了什么？我有点紧张哎。不要紧张。不是，你走在校园里面的时候，都会刮起一阵风，这样子。不会吧？这个就帅帅的风这样子。是因为世新容易下雨。世新容易下雨。世新容易下雨。真的，你很谦虚。那你走过去那阵风，通常就是会拂过一些少女的脸庞。然后他们就会扬起一阵青春而开心的笑容，会跟你说：“学长你好，我好像有看过你演的戏，我可以跟你拍照吗？”我都会说好。哦，真的吗？我都会说好。哦，然后你会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pose？ 其实因为有时候会害羞，我会忘记摆 pose 了，真的就会靠在旁边。所以你会抓头吗？不会，我会毕业。哦，你就是万年剪刀手，万年剪刀手，就是感觉上非常的开心。那个校园当中，大概遇到的
学长学姐，哎，没有学长学姐，你到四年级。对，我现在四年级了。可是你大四才出道吗？不是吧？飞鱼是我大三升大四的时候。对嘛？那时候还有学长学姐。有。哎，那这样会害羞吗？你在演那部戏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在穿衣服哎，所以他们会觉得就是一个，就是青春的身体一直在校园，就是游走。既然跟你说的是我会害羞，还是同学们会害羞吗？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他们看你的时候，那件衣服其实是国王的新衣的概念？不会，真的吗？不会。希望不会啊！你后面这四个字比较贴近于大家的想法。那如果假设大家在看的时候都透视到你健壮的身材的时候，你的人生会也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吗？那这样我觉得压力很大、欸。是吗？我健身房不能停啊！哦，对，你没有停过啊？我有去你 IG 是没有停过、啊，前两天才去吗？练的方法就是会改变、啊、哦。比方说嘞、嗯，比方说飞鱼的时候是要减脂。现在是要增重，增重的时候肚子就可能现在不太管它。哦，真的吗？对对对。所以你会先管你的上围？上围、胸啊、手臂，就是想要让它肉多一点。肉多一点吗？肉多一点。那现在它足以让你变成一个大概怎样的状态？现在有需要现场就是给没还没有、哦、还没有到最完美的时候，还不能露出来。对，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会，就是做一些自己动作上面的那个就是保护。对，然后就是。我们进退之间感觉上也一直在一个很安全的状态，然后镜头就突然间 take 从你的脚然后往上拍，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健美的身材还是要稍微要保持了，要，我也很难吗？其实保持不难，要有毅力。可是，在毕业的前夕，不是很多都是一直在写论文。对啊，所以其实作息不太是正常。因为刚好我们今年的论文是属于团队小组的。所以要配合大家上班打工的时间，非常的日夜颠倒。哦，你的同学大家还有一些上班打工，很多人在开始实习，所以下班十一点了吧？其实告诉我们说，人出来社会上混的，迟早都是要还的。当你在拍戏的时候，都是别人在帮。整个这其实我也有付出心力。对，我懂。在毕业的时候，刚好你比较有空，然后我们就要。所以你在小组里面算是门面担当吗？还是一个脑袋担当？还是论文其实没有什么门面担当啊？没有，主要还有人出来 present 啊，不是这样子吗？哎、欸，我们只有 present 一次啊、哦，真的？那次是由你执行？那次是由我们小组里面辩论社的成员。哦，所以你不在？我在。哦，你在？我在台下帮他鼓掌。哇，天哪，有巨星的鼓掌，他辩在那个曝光起来，应该格外的觉得有精神。他辩论打太多了，他根本就是。他就口无遮拦，就是不诚恳，就是旁边的方在做那个报告。我们跟善琼聊很多那个校园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有那个独家画面。独家画面就是我跟你经纪人要了你毕业典礼的当下，就是一些剪影。就是他其实就是你的经纪人姐姐，其实在你的粉专上面也是享誉盛名的。对，知道经纪人 B 姐。在你那边有一个经纪人姐姐甜美的封号，甜美围棋，甜美围棋，对，她甜美围棋在你毕业典礼的时候，她发动了很多的，就是一些她的一些，啊，不知道去哪里找来的神射手，然后她从各个角度这样拍了很多你的照片，我什么还没看过？嗯，当然没有看过，因为她把照片都给我。好，这边会有吗？不是在这边有，是电视上。哦，而且我们这有一个电视啊，但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大家会看到。你会害羞吗？毕业典礼我穿学士服，我怎么会害羞？对啊，你还去做妆发，天哪，我都好发现。然后那天有啦，我们刚刚看的时候就挺帅气的。你会回想一下当天的过程？不是，这是在干嘛？我在自拍啊。啊，这个是谁？这是我们系主任。哦，系主任。对。然后你在旁边，天哪，金城武，这领什么东西？毕业证书。哎，这不是那个游子祥吗？不是啦，他是我们那个传院的院长。哦，真的吗？对对对。啊，他是，哎，怎么长那么眼熟？啊，天哪，他还帮你剥，啊，天哪。那是剥穗。我懂。哥离剥穗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我也玩。那吐舌头是怎么一回事？我上去那一刻就是有点害羞。哦，田美维奇抓镜头跟人家不太一样，你也知道他的个性，他就是都会抓住一个 moment 啊，剥穗来剥穗。然后我、哦、好怀念哦。怀念为什么？才前几天的事情而已，你也知道他也没给我们几张，他自己都筛选过。这真的很怀念的，就是剥穗学士服就这么一次。哦，对啊，不然你想剥几次？哦，你可以再念那个啊，硕士吗？啊，我就说我们那剥两次又有一次硕士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再补，哎，说是我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哎，为什么可以不参加？啊，就论文过了就过了啊，就没有想到，就是
就是就过了就好啦，然后就去做别的事情。没有啦，就是你知道毕业典礼在某些那个当下对人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很特别的记忆，嗯，是不是？你有参加过一次，所以硕士班的时候就我没有特别再跟同学去参加什么毕业。如果我有机会继续去硕士的话，一定会啊！你就只要念书就好，你长得就是一副念书的脸。那你有想要再考硕士吗？我觉得可能会先工作一阵子吧。哦，对啊，工作一阵，毕竟田美为企业对你这样栽培很久，对，毕竟你出来讲。我们怎么可以把今天？我实在不敢说，我要先继续。他有期待瞪我们，你有看到他瞪我们吗？他透过镜头的背后，然后一直不断射出一种感受到强力的光芒。有有有，他是讲说：“天哪，我那可爱的孩子终于要出来在社会上走跳了。”走跳，他心情相当的愉快，为公司付出。不要这样说，就是也是应该的。他对你也是在陪伴。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便利商店小王子，哎，可以这样叫你吗？也还好。你在那个。走进便利商店看到自己的时候，到底都是在什么感觉啊？我一开始就是酷毙了。哦，真的吗？一开始那时候还是发热衣的时候。你真的很那个哎、欸。他最近说酷毙的是因为他最近代言什么凉感衣哦、喔。哎、欸，他今天要送大家衣服哎、欸，而且真的很有心哎、欸欸。对对对对对。好了，借你拿一下、啊，因为反正是要送。你拿这个，就是，这是男生的、欸，这是男生的，也有女生的。我懂啦，你贴了好不好？对，拿去啦，拿去啦。这是女生的，对对对。啊，这里这件，这个是我要跟你们说。然后涂善存今天为什么要叫他拿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他拿的是他的 size 来送你们。他不知道你们是胖是瘦是高还是矮，但是他拿他的 size。那你们如果得奖的人，希望他穿一下再拿走。我们等一下跟他商量一下。嘉哥，这是女生的，我穿会爆掉。我们正想要问他说，那男生是你的 size， 那请问你拿来的女生是谁的 size？ 女生哦，是你理想女友的 size， 还是你现在有什么可以说的朋友的 size？ 女生就是我拿男生的 size 再小一号，没有人试过。嗯嗯，那然后呢？然后对，所以希望大家穿起来是。刚好很合身的啊，所以没有特别的想法，没有，就是没有制造一些就是比较可爱的氛围要给别人。嗯，但他很贴心啦，他就说、希望得到的如果是女孩，就把男生的衣服送给他想要送的男孩这样子。对，你看围棋就是甜美，然后他就说善存就想说就是大家交朋友嘛，希望大家都甜蜜而幸福。那所以我们还是想问，这到底是谁的 size？这个 M 吗？嗯，一般来说 M 是你喜欢的 size 吗？身高的部分的话，你大概希望 M 很刚好啊。哦，真的 M 很刚好。他说很刚好，那大概是几公分的身高？ M 大概165到170吧、差不多吧。好好好，那你本人的身高大概？181。哦，181，所以167如果躺在你的身上，大概会到肩膀吧？或者是胸口这里。三哥，你要试试。我觉得你刚好讲的是我的身高，我等一下再帮大家试一下。好的。但是这个 size 有点不是我们大家都 size 的。然后今天这个到底要怎么送哈？我们等一下再说好了。好，先说一下，先说一下。最近很忙哈。最近有几个工作，对对，昨天也才刚结束。对对对，昨天看你在那个粉砖上面拍你飙车嘛，敞篷车。我真的是好开心啊！我也觉得还不错，工作当中可以开到敞篷车，接触到一些很新奇的事。昨天是敞篷车人生初体验嘛？是。啊，讲一下开敞篷的跟骑摩托车差别，都敞篷啊，摩托车超敞篷的，整个人超拉风的。建哥，你不讲我还没想到，好像感觉很像哎，是不是？可是谁会在开敞篷的时候去想摩托车啊？你不可以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只是换车的概念。你以后就不要骑重机。我还蛮喜欢的。你看是不是？其实我还蛮 enjoy 在骑摩托车。真的，哇，我也是试新的、欸。有人在跟你聊天啊，你跟他们讲个话。好，哎、欸，啊，你可以先一边回啊，等一下他要两感应小王子。哦，现在你叫两感应小王子也 OK 啊。田美为奇一直瞪我，你看他就是一直很紧张。田美为奇跟我做丑，我不敢看，我懂啊，你不用看他，我看看就好了。我跟你讲，现在你在我旁边，不要怕他，他一点都不，他是好人，他现在哦，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喜欢 Q 就是周边的大，你要一起进来坐吗？不好意思、哦，我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小金城武，不好意思，你请坐一下好吗？谢谢。
啊，你可以回应一下别人。他们应该都想知道两感一怎么得到，对不对？对，等一下来，等一下再来出一个问题让大家回答好了。啊，那边有个仙女，你要不要看一下？那有一个削尖的，有没有？然后头发咖啡色，有。他应该现在也在桌上看荧幕，在看你的直播。我们这一个节目里面有隐藏式的，还有一个仙女总监。那，仙女总监会一直不断的偷看来宾在做什么，然后仙女总监就是。也会有害羞微笑的时候，就是他觉得哇，今天这个品学兼优的来宾让他觉得很不错，很不错。你今天在人生毕业典礼之后，就是成为一个专职的演员。那你有一些对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期待跟想法吗？就我希望能够就是尝试到更多不同的角色。有人期待你有新作品啊？有人问我说，就是有什么计划？对啊。你真的很爱那个，自己来看，我帮你看就好了。好，那你先回答一下别人的问题。就可能再过，最近都是一些比较短的微电影，哦、然后再过几个月会有一个新的戏要拍。哎呦，真的哦。对啊。天哪，那里面有什么那个尺度吗？尺度，尺度是好说吗？没关系啊，你说啊。那应该是还是比较青春的啦，所以尺度应该也是热血的。热血。小金城武怎么看自己的虎牙？觉得超可爱的丫丫。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对，虽然有丫丫两个字，但它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妈生给我这个虎牙，我还蛮感谢她的。哦，那为什么、啊、吃东西比较方便吗？对啊，是嘛？我说认真的吼，对啊，刚刚那是游子祥院长啊，因为我没有上过院长的课，不是他紧张。我说有院长，您都院长嘛，我们有在处理来，有啦，他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大家都会记得的脸，他是说不是，那是我最敬爱的老师，他是这个意思。老师，谢谢你帮我播事。Of course。他是好人，他不会这样子的。他一个就是你知道老师嘛？我们那天毕业典礼的时候是院长他介绍引言人，然后院长的口条我真的笑坏。对啊，他是之前是口语传播系啊，然后什么他在这个口语传播界也是享受盛名，然后他是很多人的老师这样子，所以他其实那我很可惜没我那我要去念个硕士班，没关系，院长的课、不会，我跟你讲，其实回去旁听也是一种态度。不一定要让自己那么有压力，然后你突然间能回去，其实老师也会有点开心。对我的想象中的看法来说是这样。我要先看一下那个，好。然后今天其实善存刚刚有告诉我说，如果你还没毕业的话，今天应该在期末考。应该是，就是今天考完就放假了。哦，真的。对。那你会觉得自己不能放假而不开心吗？因为你在忙。我反而会觉得，就是学生来说，我永远放假。我有点难过、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子想。然后那个游子祥院长，我现在帮人家说一下，没有好，因为涂善存说他还没拿到毕业证书。我也去问学校，可不可以早点给我？我想早点看到。我知道毕业证书长什么样。他不会先给你啊？为什么要先给你？对啊，所以全部人都一样，7月11号才拿。会紧张吗？我一定会拿到，我不会紧张。好，千万。我觉得好，那我们今天游子祥院长的名字是那个三点水。然后子是那个木字旁辛苦的辛，对。然后翔是飞翔的翔，对。好吧，那今天想要得到那个涂善存两感一的，就请你写下帮他拨碎的院长的名字叫什么。从现在开始留言。留言吗？当然啦，我们要取前面还是抽签？我们当然等一下再看。啊、好，请欢迎大家到三立新闻网啊，就到我们现在直播的平台上去留言，游子祥院长，那代表我们对游院长的一些的尊敬，好不好？那我们就是以这个游子祥院长。这五个字就当作我们今天的答案，但是他们要听得出来要写对才可以、okay. 这样我们对老师很算是有帮你算扳回有下一个谢谢你我觉得我今天跟你做这堂节目话特别多。不会啊，因为我担心你就一直不理我，都一直傻笑。我个人觉得我跟涂善存接触的经验告诉我，我们家存存啊是就是坐着就好，好啊看镜头就好，然后就傻傻笑，帅帅就好。江哥，我们可以，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演戏。好，这样我会讲很多话。不会，好，要演戏是不是？我们刚好不小心，今天有准备一个你的强项演戏。啊，这是你自己的要求，是我们刚好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你要谢谢那个黄衣服制作人哥哥，他就想说，是的，你看让善存来演戏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又
拿出了我们这个 VIP 签筒。我有看过这个，你有看过对不对？洪轩之前来的时候他有抽，还有你的朋友来都有抽过，还有那个其他人来都抽过。但是这个筒子是制作人哥哥新做的，先随便抽一支啦。好，不用这样，才五支而已，不用闭眼睛，你当成你在月老庙抽签哦。这个好，打开喽。他说这是他的强项，我们个人觉得相当的开心。走。好，这是那个善存抽到的第一个即席表演。早八的课，睡眼惺忪的进到了教室，才发现今天居然要考试。你不要怪制作人哥哥，他离开校园也很久了，他也许把这些事情只是想要都在一起，就像是就是拍戏的时候就难免进度会比较快。就今天是到底是早八的课，还是今天到底是考试的时间，还是？是你是这个 confuse 吧？所以是我不知道要考试，然后早八迟到了进去，然后早八哦没迟到，没有迟到，你只是没好像没有睡很饱，或是就是在当下睡饱饱要进去。好，很多人在留游子祥院长，游子祥院长，我们代替善存跟你表达最高的敬意。今天我们将会以留言游子祥院长这个名字作为选择，谁可以得到善存代言的。两感一，两件，两件，对啊，就让他们跟他的那个好朋友一起可以感受那个一起穿小帅哥代言的那个好。那所以您要怎么来表演这件事？我们没有台词哎。对啊。然后，所以早八突然进来，要有一个进来的感觉，我就从这边进来好了。你可以问姐姐从这里来比较好，还是从这里来比较好？姐姐，我从这边来比较好，还是从这边来比较好？那建哥，你是同学，你已经在考试了吗？我是老师，游子祥院长。哦、okay ，我现在演的是游子祥院长，就是你来上院长课，然后他坐下来在那个。所以我进教室的时候，你会跟我对话吗？我不一定会跟你对话，应该是你先跟老师问好吧。通常迟到的，哦，我没有迟到。对啊。那老师怎么会比我早到呢？啊，在考试啊，老师先来啊。游子祥院长是一个关心小孩的人，没问题，没问题。进到教室，不要怀疑老师的那个。想法，你早八，老师晚上睡不着，所以老师先来了。好，然后就进来了之后，就开始一连串睡眼惺忪而不知道今天要考试这样子。那我要演的是游子祥院长，我有这个荣幸演游子祥院长，没问题。我觉得他今天为什么一直被我们 Q 到？那我下次要不要请他来上一下？我们可以一起吗？啊，可以今天我说找他来的时候再请你一起。我现在持续有人在练游子祥院长。要 Q 经纪人一起演，不要这样逼他。天妹围棋的专长不是演戏。好，继续留言，游子祥院长。等一下，我们要把那个善存代言的那个两感一送给大家，来演一下。早吧，轻松进入教室，恍然才知今日竟然有考试。五四三二 ，Action！ 之后就麻烦你可以进来一下。啊，现场要预备备。啊，这样走够吗？等一下。还没，还没，对对，所以要先捋一遍吗？通常要先排戏是不是？我们没有台词，不用。我们的台词就是即兴，就看你先说，我先演，就都可以。好，我们现在让你看久一点，就是看到他健壮的身材，你看他宽阔的肩膀，还有他整个，我觉得你一下突然呈现出一个莫名的状态，我非常的老师敬礼。好，准备来了，涂善存即席演出大考验，五四三二 ，Action！老师好，同学，坐坐坐坐，剩这个位置而已。没睡饱，昨天去哪？我说，你知道老师谁吗？老师今天考试啊。哦，老师，就是今天不知道要考试吗？昨天没有人跟你讲，还是上礼拜没有来？所以你都用傻笑来面对老师，因为我在找我的书，我要赶快抱佛脚。可是你不是进来应该要背书包吗？书不是应该在你的书包里吗？说不定我今天就这堂课，我不用考试就没有带书。了解。好，那现在会紧张，就是待会我们就是今天要考那个口语传播，就是可是我们要发一个考卷，我就先做一下。好吧，要不然跟同学问一下那个，没关系，你可以走过去，没关系，对不对？待会回来做就好了。
大家不是在考了吗？还没开始，还没开始考。对，这样。那同学，你可以借。我就跟同学。干嘛啦？同学借我看一下，大家考哪里？不要这样，你以为进城武就要借你看了？拜托。看一下，快！我不要，我跟你讲，我真的来不及。考第几？没有啦，这大家都留言有子祥院长啊，哪有在写什么啦？对啊，很奇怪、欸，你给我这本书也很奇怪。什么？哎、欸，什么？为什么突然有人写管理？什么东西啊？管理在里面了、喔？有吗？没有啊。哎、欸，林炳佑来、欸。来不及了。你朋友来啊、喔欸？是谁？就有人留哦，是哦、喔，真的吗？哦、喔，管理在里面啦。管理送他的礼物。我回家给你，来我家。OK。你们两个不要在这里眉来眼去。好，可以吗？我们会一起运动、玩游戏。会穿同一件衣服？应该是不会了。所以你没有要穿的再给他的意思？我不会，不会啊，不会啊！不要这样子。管林要礼物啊，他已经，你已经回答他了，我回答他了这个。好，不是我来不及看，我不看了，没关系，不用不用。好好好，我平常有在念书的。哎、欸，然后那个管林，哎、欸，不好意思，我们跟新进来的人，不管他是谁，哪怕他是管林，想要得到礼物的人要留言游子祥院长。游子祥院长，游是游是游泳的游，游泳的游。子是木字旁辛苦的辛的子，祥是飞翔的翔。好，我们都切题了，我们待会就要选出礼物的得奖人。我们来看管宁会不会留言有子祥。我觉得他会留错，因为他不知道要留院长、哦。你觉得他是笨蛋吗？他可以去刷前面的人留言，你的朋友自然有他自己留言的方法。好，我再来一次哦。哦好啊，这个再说了，像现在是涂善存时间。管林有进来，有啊，管林刚进来啦、啊。管林要礼物在上面，大家自己刷一下就看到管林的留言了。哎、欸，大家现在开始跟他打招呼，说我们不要理他。好，对，那我们现在刚刚的演出就这样稀里糊涂被他打断了，稀里糊涂就过了。还有啊，我们有四题啊，全部都是题目吗？不然难道这里面是什么？是礼物吗？哎、欸，礼物在这里哎、欸，还有这个礼物。哎、欸，这是刚刚照的拍立得。对啊，很可爱，还不错。还没有在这个哦，这里有哦，好，谢谢谢谢。是不是？你看，就有吧？抓头，涂善存。如果哪一次拍照不抓头的话，就不是涂善存了。好，这个，哎、欸、哎、欸，你看田美为棋，就很紧张。有，不要理他。来这里不用理他。好，来，他不开心。上课睡着，他不会这样子。醒来发现十二点，半夜十二点，内心怀疑自己是不是人缘差。他不喜欢你，他一直乱假设命题。他的意思是说，这两题都是，这根本是班级边缘人的。对对对，我觉得考试没人跟你讲，考试没人跟你，睡觉没人叫你，睡觉没人叫你回家，好可怜哦。那我要知道了，人就是招忌。我真的是边缘人，被人家嫉妒。然后他们就这样不想要理会你，所以我们要演睡着了。然后这是一个很有内心戏跟有特别的台词的概念。这应该是没有。江哥，你知道我们学校其实有鬼故事吗？哎、欸，我不想听。我十二点才起来，我还不赶快跑走。我觉得你不要说给我听，我这人就是不好听那个故事，我就是我比较那个小小那个不好不敢听那个胆子没有很大。我看你是大胆王的概念，所以。学校的故事是流传已久，对不对的？就是对啊，大家会口耳相传。哎呦，在哪里啊？在很多耶，凉亭啊，大楼的顶楼啊、嗯。那哪一个最靠近你？你去过哪里？我们学校这么小，你在哪里都很靠近。啊，你认真的吗？对啊。啊，到现在都还有人在流传吗？还有啊，还有。搞不好这，说不定有很多人是为了要去听故事才去念那个学校的。基本上每所大学都有。有啊，每个学校都有一个，每个学校。哎，是这一台，每个学校都有一个自己的鬼故事。鬼故事，对，啊、你要分享哦，我也 OK 啦。那讲一个比较害怕大家的。我记，我说真的，在一个学校里面，没就是故事嘛。就是因为有女生从顶楼、欸，你不要再讲，你不要描述太细节，你只要说就会怎么样就好了。从半夜是什么这样？因为通常我们是不会相信，就是你看不到、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司马爷爷的朋友涂善存来。不是你十二点在学校起床，只有你一个人那么暗，吓都吓死了。我跟你讲，真的，光听我都觉得毛毛的，吓都吓死了。但你要，所以你会演吓到的概念给我们看。如果因为他只有在教室里面，所以我应该就那你敢冲出去吗？还是你会一直留到天亮？我当然就冲，我们学校太小了，一冲就出去了。摄影机姐姐笑了。
这一题的空间发挥实在有以我们学校来说很小，很小。嗯，怎么说？因为我冲出教室之后就结束了。哦，就是广场哎、欸、啊，有我有去过，就是一条那个。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所以就安全啦、啊。就是你一路一路向北，就出校门了。一路向北就可以回到你家了。对。天哪，那你说你会一边听周杰伦的歌？会啊，不好意思，会。我大题太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姐姐说哈，为了怕你那个故事啊比较恐怖，她说你在跟故事的主角搏斗的时候也要有一些打扮。哎、欸，奇怪，我那个嘞，谁把我拿走了？什么东西？我今天有很多礼物啊。哎、欸，那罐开着的被人家拿走了。啊，对对对。哎呦，哇，好身手、哦。神手接到、啊，想到这件事情，您是篮球高手，我是篮球高手，嗯，拽的嘞，没有啦，花了不少年训练啊，多少年？从小学五年级到现在，到大学。那、啊、你最厉害的是什么？我最厉害的、哦，嗯、啊，打什么位置啊？我打控球后卫，所以就是组织啊、传球，最基本需要的。那、啊、你觉得自己最酷炫的打球专长是什么？对，是帮我的队友找到最好的位置。就是也难资源善用好。然后打篮球，如果有那种篮球的戏，你会想拍吗？超级想的，真的假的？我小时候会打篮球，就是因为看了《灌篮高手》哦，所以你自己认为自己是花道哥？嗯，比起花道，我更爱川风、工程、藤真。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你要演川风？川风、工程、藤真，我都可以接受。不要，你就选一个嘛。我很多都很爱耶。拜托你选一个。那我选三井好了。是因为你要吃寿司吗？因为三井他在故事里面一开始是流氓。他听不懂我的笑话，他选三井、啊，我说他要吃寿司，他不要理我。好，没事。不懂。没关系，不用懂。那我要说为什么三井？可以。因为他在故事前面一开始是流氓，后来变球员。我觉得他的故事最特别。哦，要有一点特别。对对对。天哪，还会选有那个故事的。对哦。那如果让你当那个选角的那个安排人，那你要找谁演川风？川风啊？对啊，你朋友。啊，不然现在那个有来看你的朋友，你要叫他演什么？你说管林吗？啊，不然还有别人来吗？管林，我想想。你要帮他安排个角色，是不是？管林哦，还是问他要演川风，还是要演谁？搞不好他也想演三井。他那么粗壮，他去篮下抢篮板。他不会，他那么粗壮，他也是跟你一样啊，就像瘦瘦长长的这样子。哦，对，他也是高高的。对啊，你们哎、欸，你们不是就是住在附近而已吗？哦，对，住附近，所以你们会常串门子吗？会啊，会啊。那你还没有讲你到底要叫他演什么啊？你要看他演，他要不要答应啊？他演个哎，灌篮高手谁啊？哦，他演花道好了，花道，花道，所以他要去染那个红毛吗？你是为了要让他剃平头演，剃平头染红毛。哦，你想要这样子，他叫你演花道，管先生。好，你帮他配完了角色，那还有那个川风要叫谁演？川风哦，轩瑞不错哦，轩瑞蛮好，因为川风都不太讲话了，川风不说话，小白也是嘛，对不对？今天哥这你最清楚了。说到张轩瑞。他在这里也是让我讲话，也是要讲很多那一种。我们是同一型的。我懂。嗯、好，我们就不再安排角色，但现在要先叫你演一个别的。什么？制作人哥哥一直很紧张，大家最爱就是我们的大头狗。大头狗是什么？大头狗就是去镜头前面做可爱的表情，不一定要吐舌头，你开心就好，就是要拍头很大，让别人截图。好，那种概念。那我要随便你要干嘛。你只要跟问姐姐说要看你这一台，还是问哥哥说要看这一台，然后你去前面，姐姐好，姐姐爱你。我过去了吗？啊，你先等一下嘛，就是大概就是过去之后，大头狗，你大概知道吗？就摄影机在这样，然后就是这样，知道，在他前面做出你想要做的表情。好，我跟你说，然后田美维奇会截图，他有在看直播，我很难，他就会截图，你要等他有截好的这样才可以。看出来，这样 OK 吗？好，那请就大狗狗是这样，你不用看，我走过去就我被你笑狗啊，不是这样，是大头狗，所以我要这样。然后你可以做什么男朋友视角之类
狗狗不是会？哇塞，哇，怎么那么可爱啊？哎呦，有很多哎，好，你们都很爱吐舌头，是这样吗？哎，也是这样。啊，婷婷妈咪，这样。哎，婷婷妈咪跟你说嗨嗨，那你跟婷婷妈咪说嗨嗨。哇哇，嗨嗨！你要说婷婷妈咪嗨。婷婷，婷婷妈咪嗨嗨。好好好。你妈咪现在应该很开心，因为她是最新留言的，所以我这样跟她聊，哎、欸，可以结束了吗？制作人大哥，他说可以了，他就是整人游戏完毕。哎、欸，我跟你讲，这是本直播最受欢迎的单元之一。说大头狗视角，他们最爱看你们，就是，哎、欸，我们长得不够好，还不能去演大头狗、欸，哎，这样跟你试试看，我不要，我要美图秀秀才可以。这样你有试过吗？我有试过，不要这样，好吧？你会怕。你今年真的很忙哎、欸，刚刚忘记绩效，你先防晒再去了，那边灯太强了。这是防晒，对，这个哈、哦，我有看到捷运站一直有你在偷亲女生的广告。我没有偷亲，我们是很浪漫的，这很好用哎、欸，是很棒。偷亲很开心还是这个很好用？你讲清楚。是这个又好用，然后偷亲也很开心。我们感情培养的就是那个过程很浪漫。你公然在这里告诉粉丝你跟人家感情培养，不是剧情啊，因为那个剧情从高中生，从高中就是会当，不是是剧情，那个剧情真的很浪漫嘛？建哥，你有看吗？我有在捷运看广告，哎呦，怎么涂善存吗？对啊，对啊，然后你就一直不断在我常要经过的捷运站，然后通宵复兴吗？哎，对对对，然后就有一个画面在那边一直，你为什么要帮我打卡？我是这样说，经过那个捷运站。然、啊、后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又要拿来送人家。你人真的很好哎、欸，对啊，这个东西很棒哎、欸。你可以带盐新台币吗？新台币我不会哦，我自己先留着。然后哪天搞不好有银行找你去拍广告啊？怎么会不会？你长得也是看起来也可以演 CEO 的样子啊。我上一部戏就是演一个类似 CEO 的。真的，哥真的是很会问问题。演 CEO 感觉怎么样？酷酷。我喜欢超龄，你喜欢演超龄的角色？应该是，应该说那个角色的心理状态够特别，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欸欸、他很好哎、欸，这是你朋友吗？是这个吗？对对对对对对、哦，真的吗？就是他们本人吗？他们本人哦，哎、欸，他们本人来留言呢、欸，要谢谢他们。对，这个我超会。哎、啊，欢迎来那个安大明星自助，好吧，丢掉他。哎、欸，他来留言呢、欸，好，他说超甜美的微电影。好，真的要真心问你了啦，就是演一些角色，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年轻的青春的孩子，是。那你演像那种超龄的角色，你大概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因为这跟你那个一些新人，就是未来都可能会去接触到嘛。嗯，对。而且当没有学生身份的时候，这样的安排其实也很合理。嗯，我就算你是学生也很合理啦，因为你长得帅嘛。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学生身份之后，你能够去、就。做一些更接近角色的时间更多了，就你时间更自由。你的意思是说，要演 CEO 的时候，你会先去上班？嗯，哎、欸，不是上。如果我觉得能够上班，那更好。就去甜美维奇的公司上班就好啦。也是可以的。对啊，甜美维奇你就叫他进来，然后叫他有个办公桌，你就说，我就每天打卡。打卡你要演 CEO， 你是每天点他的名说，你怎么知道？要帮我倒水，你在上演。不敢了。你最好敢这样演。不敢。甜美围棋一定会帮你。哎、欸，下次就这样跟姐姐说，就是因为我要演 CEO，、然后你先当我秘书三天，然后我进来就是要骂你，你就这样跟她讲，就是先把那个气场做出来。谢谢姐姐现在在瞪你，她不会瞪我，对，她在憋笑，她觉得我问得很好，然后她觉得好大的胆子，竟然这样好大的胆子带坏你，我连想都不敢想。不用想啊，我们就讲给他听。我们没有在想，我们是真的想要这样做。下次我们要演 CEO 的时候，就是善存要实习，我们借这个镜头，就请求甜美维奇可以帮他，就是暖气，让他先在公司做一下CEO 的角色。你很怕他哎、欸？我很怕、啊。哦，真的有多怕？就是姐姐对我像妈妈一样啊，就是我们要尊重。你这句话就是完全把姐姐惹毛的关键话了。姐姐就是姐姐，妈妈是妈妈，姐姐永远都是姐姐。姐姐像妹妹一样的，但是像姐姐一样的照顾，然后像妹妹一样的就是像、这样了解吗？了解。好，我们不要让她多说话，让她先选得到礼物的人。好，游子祥院长的留言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吗？对，婷婷妈咪一直也很想要得到礼物，但我。婷婷妈咪明天生日吗？
那我们第一份礼物就由我私心送给婷婷妈咪，没问题。婷婷妈咪，但是是涂善存的 size， 所以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然后婷婷妈咪能不能穿 M 的也不关我们的事，应该是可以啦，没有问题。你认识婷婷妈咪吗？我觉得感应到你适合，我得到那个南宫羽的真传。你在那边跟我撩什么妈咪？他已经说他是妈咪了，你不用这样子。他如果是个妹，你就说哦，我有什么跟他妈咪也是很辛苦的。来这一套，剩下两个自己选。他带了三套了，哎，那婷婷妈咪就得到一套那个。我是用选的吗？还是我就这样子刷，然后看我刷，然后但是他要看到，哎，等一下，婷婷妈咪刘子祥院长的留言对吗？这样刷很辛苦，婷婷妈咪的留言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哦，他有留吗？他有留正确吗？哎，管你没有留言的，不用送管你了。对啊，所以江哥我就。你就刷，像你在做你自己的直播什么抽奖这样。等一下看他有没有写对，你不要这样哈一个，然后他有写。我按到三立娱乐新闻。你要送谁？啊，你真的很奇怪。我看一下。哦，这边很多，我在前面后面，你干嘛？这是往前刷，很多人有留言。来喽。啊，呵，你又选到谁？哦，选我选，哎，他这里有写选我。N I H U N， 你很。你很 特别。等一下 ，NIHUN， 我请他写一下。好。哎，这样他们就平白无故得到两件衣服，哎，很棒啊，人真的很好，哎，有缘。好。然后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好。礼物带那么多了，要送一下，送礼物人就进来。你看大家真的是很爱礼物。没有按到。好，再来一个。你又点三立娱乐新闻？等一下，好，谁？你点到管林的啦？没有，啊好，等一下，没有哎、欸，大家都是在赞美你哎、欸，大家没有什么要选我，你选到了啦，你选到了，不要再好，我帮你选一个，噔，没有，我就乱点，噔，谁、欸、呀、啊？永远支持涂善存，大家其实那个没有特别想要留言给那个得礼物的，哎、欸、有哎、欸，就这边。好，江哥，那我就这个区域，你闭上眼睛。好，我闭上眼睛。你干嘛让我选啊？你自己选啊。来喽。好啦，这个。可是他没有啊，他没有留言。那他楼下这个好了。苏以什么？苏以摸摸徐。什么摸摸徐？是徐苏以吗？管他去的，就是这个了啦。苏以摸摸徐。SHUYI。然后他还有某某徐这样子，天哪！现在大家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这么特别的称号吗？所以某某徐，哎，刘子祥院长，我们再送一个这个给刘子祥院长的啦，两个防晒乳。等一下哦，哎，那我们可以留一些安安大明星之后送吗？有这个有这个荣幸，你要不自己留一个，因为他很厉害，他就是他插上去很清爽，他不会黏黏的。你不能再拿来给我吗？你一定要用观众的礼物送我吗？你有这么小气吗？哎，怎么可以在这里？也是好，不要这样。那我之后再拿来给你。对，我们先送给人家两个，他自己再点。刘子祥院长、欸，我们今天是说送礼节目吗 ？OK 啦，我们就是粉专刚开、欸、，OK 的。这个，好了，他有写永远支持涂善存啊，没关系哦。这个哦，你这个上面这个好了啦。好，永远支持涂善存，柯湘云。对。你虽然没有写刘子祥院长，他其实有了，我也有，他也有写。好，柯湘云，草头云，对，他得到了一个，哎，他得到很好用，哎，很好用。天哪，亲一个，假装跟你亲到了，哎、欸，不好意思哦、喔，是柯湘云的。柯湘云，你会接受被他亲过的这个吗？虽然你可能，哎、欸，盒子要不要对待你自己决定了。啊，你刚刚没有看到我们为你做的礼物的加持，我再帮你做一次，来亲一个。哎、欸，不好意思。田美维奇说：“你怎么可以随便夺走我们家小蠢蠢的那个？这应该没关系，因为我也来不及就没听到，没有要理他的意思啊。好，再选一个，再选一个，刷前面一点。好，涂善存送礼时间。你只要好，他又点到管理啊？谁？吴思瑶。哎呦，你想吴思瑶、哦？吴思瑶。好啊，那你。”那不是要你要送他一个飞吻吗？是用飞的吗？你也可以亲啊。不是要的礼物也被亲了，来看一下。不好意思，这样的礼物
他没有 DNA， 你再帮我们商量。姐姐可以吗？姐姐不好意思说什么，反正节目我最大。今天其实我们安排这一场是有特别的意思。什么意思？因为善存在三立这边，然后这个平台，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很懂事啊，然后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算是可以被期待的明日之星。那算是送给您的那个毕业礼物这样子。谢谢这样。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很担心说，这个整集节目如果一直只是我一个人呜哩哇啦的一直在讲话的话，其实也是蛮吵。果不其然，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愿意，我们好不容易就是节目也可以请个日本人来，对我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种愉快的安排。ありがとう。对对对，我们而且一请就请到金城武，就是觉得也是蓬荜生辉啦，其实真的感觉在发亮啊，发亮发亮。三存对自己那个自己的演员这个身份的期待是怎么样？我对自己的演员期待。就我觉得，我本人跟你们说，为什么我要问这样的问题是，他就只会回答这种问题。好，来，这么严肃的问题，你最会讲严肃的问题，是，因为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嗯，就是我觉得，以工作来说，我希望尝试到很多不同样子的角色。对，好比古装也好，我很爱古装啊，真的。然后或者是个性很不一样，是。但我觉得，就是我对演员的，要走多长，要走到什么高度，并没有特别的想象。我反而是在想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我可能有一定位置之后，我想要去做一些类似社会责任的东西。了解了解。哎，你还没成为就是被发掘的，就是艺人这个身份之前，你有想过去当运动员吗？因为那么会打篮球。我曾经有想过，但我家人就是不是很愿意。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想？是一种冲动，还是真的是什么热爱，还是想为国争光，还是什么？我觉得，你球员，如果你有一定的实力，你想要打代表队、国家队，那是一定的。但我那时候就打得还算不错，然后就会有一些篮球的名校愿意让收我这样。哦，对，就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因缘际会。对啊，你后来也没有。也不是没有啦，就是决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现在会觉得怎么看待之前你对篮球的喜爱，跟你未来工作上面艺人的身份，其实也蛮辛苦的啦。我觉得对以前的那些，你会有一点遗憾，可是不会后悔。哦，就是我觉得可以遗憾，可是不可以后悔。哦，真的。你后悔的话，就会没办法前进。哦，嗯，我就说他最会回答这种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适合你做的事情，叫做那个梦想留言板。那是什么？就是每一个来的人都要告诉我们说梦想是什么。我这只是在开发，希望你今天先写出。没有，不要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接下来都是你很擅长的事，比较不擅长的是我们还要留下三张自拍。我相信你拍不出个什么所以然，但还是要拍。好，对，先自拍嘛。我们两个一起吗？当然是干我什么事，就是你本人留下三张，因为我们的那个有一个可爱的娱乐记者，他从你进来那个当下就一直希望从这里面得到，就是他会后来帮你发个就是今日来采访的那个。Okay。 但在拍之前可以先问你一个，就是今天你要来之前，网络上频频有一些留言想要知道的答问题。好，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实属有点可爱啦，但。就是还是要请您有嘴巴亲口说出来。没有问题啊，是什么？请要先看哪一台？看这台，这很重要，我一定要看着镜头说。那我们一起看着这台镜头。那你要回答的时候，要把题目再重述一次。好，就是，请问涂善存，你跟涂善妮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到今天都还有人叫我问这种问题？我个人觉得实属可爱跟有趣，所以等一下就说我是涂善存。我跟涂善妮是什么关系？这样可以吗？你就让他得到一个完整的就是画面。好，他也许会剪成一个影片，让他永世流传。好，请问涂善存，你跟涂善妮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这个题目，我们要认真，我们要好。我是涂善存，我跟涂善妮姐姐。你说我是涂善存。好。我是涂善存，我跟涂善妮姐姐其实没有家人上的关系，就只有同业的关系。好好好，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跟涂善妮姐姐，你有跟她见过面吗？我有看过她的戏，军官情人。哦，对，有有有有有，
对对对。那哪天你应该、哦，这种安排也难，因为陈珊妮姐姐也不一定这么容易找得到。对啊，我觉得就是缘分吧，如果能够遇到的话。是啊，就是仙女，要等仙女有空下班的时候，那边也有仙女。我会努力往天堂跑。啊，就往天上走，先自拍吧。啊，先自拍，好。自拍之后就是梦想的圆满，在哪里啊？会，我在我右边。三张哦，涂善存。好。哦，没关系，拍不好我们可以重拍。哇，天哪，无死角哎！建哥拍你。这有种干我什么事的感觉。好，我拍一下。那你要看哪里啊？为什么要颠倒用？因为我这边我手会不拿不太稳。好。好，拍。已经五四张了，没关系，我看看能不能让人家成为一个，一张、两张、两张而已，不行，还有我还有一张，好，要自己没有，不要拍别人的。那你要拍一张抓头的吗？拜托啦，好，拍一张抓头的，拜托你，抓头，怎样啦？没事，青春偶像界最会抓头的。你要有抓的感觉，你他只是扶着头，你要有抓的感觉，这样吗？呀，要抓头。我觉得他很好 Q 这件事，我个人相当满意。制作人哥哥也非常的开心。哎、欸，好了，你最擅长的工作来了。好，梦想是，不是你？哎、欸，你应该不用写你的梦想啦，你可以为你人生。我可以把刚刚那句话写。哎、欸，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话，我忘了。你可以这样写，然后写完之后要记得签涂善存跟今天的日期。希望我们今天为你送的毕业礼物你会喜欢，这是你人生第一次就讲那么多话在一个地方用一个小时这样，你会很辛苦吗？不会哦，既然跟你一直在带领我，被带领到的感觉。有，我前面文琪已经在叫车了，他知道全部要写出。我可以写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吗？就是梦想是什么，只要它跟梦想有关就可以。你必须要为梦想下一个定义。OK，就是像你。的见解这样子，梦想是，比方说什么，跟管理去打球或什么之类的，随便你。好。对，梦想。梦想是你要演什么三井？刘子祥院长今天耳朵很痒哎，一直被我们 cue 他的名字。超开心的。谢谢大家今天，哎，得奖的人你有帮我抄起来吗？然后善存今天也有说了很多那个照片，喜欢开朗的善存 ，OK OK， 没有得奖不要留那个，不要拍主持人 ，OK， 没有拍到我，没有拍到我，大家不要难过，哦、好，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大家快点分享、哦、然后那个安安大明星粉丝专页也麻烦大家可以那个帮我们那个按赞一下，哎呀。真的是可爱的善存，一直留言可爱的善存。我写什么呀？你问我，我问谁啊？我帮你问老。关于梦想啊，梦想就是梦想好大呀。为了不是啦，不是你的。哦，是我是想做什么？你怎么想象梦想？你怎么去定义梦想这件事？梦想就是只要努力就会达成的目标。我的梦想是什么什么 ？OK， 类似这样的，会勾起了你一些诠释这件事情的想法了吗？嗯，好。我们今天有可能他写着留言板，然后节目要进行到十二点，因为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现在正在认真的思考。哎，礼物都已经送完了哦，谢谢大家。安安大明星已按赞，谢谢婷婷妈咪哦。婷婷妈咪有得奖哎，她感觉整个人就是心花怒放。婷婷妈咪，我有吗？我有吗？有哎，你刚刚已经得奖了，谢谢你。善存，你是我的维他命，就是这里有人说的。好，维他命。啊，不然嘞。没有礼物了哦，暂时没有了哦，就是接下来的礼物请上那个安安大明星粉丝专页，今天有善存提供的那个防晒的那个可爱的用品，还有拍立得哦，好好，请大家要分享啊，要去那个按赞哦。梦想是，哎呦，我就跟你说，你不是叫我写这个吗？是，真的很会写。我个人觉得很压一下日期，今天2017年6月23日，对吧？2017年6月23日，你自己念，我支持你。梦想是，等一下，要看哪一集？好，摄影机姐姐在别人的需要里看见自己的责任。既然跟你是要我写这种，对不对？哎，是。
是吗？解释一下，他是德蕾莎修女的话吧？啊、uh-huh. ，对，因为我很喜欢德蕾莎修女。哦、oh, ，所以你把这句话当成也是自己的一种，就是希望可以去达成的境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境界了，成功才有意义、啊。它已经不只是一种信念了，它已经是境界。嗯，所以你必须要很强大，你要变得强大才有办法，是你才能在这里，你才能做出这个事 情。所以善存是一个自我期许也是很高的人。对，从这句话当中可以感觉，水瓶座就是这样。水瓶座不是外星人吗？是啊，对自己期许很高。哦，所以你想要开着飞碟，然后我很开心今天跟一个水瓶座聊天，然后我有一点懂他在讲什么。江哥，你很早就懂我了，不是？我懂，但是你们水瓶座有些时候还是会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哎。虽然我个人就是对水瓶座这个星座一直以来也觉得说还蛮不错的。谢谢江。你这样跟外星人沟通，能够听得懂，跟能够传递讯息交流，实属人生当中 amazing 不要这样的想法、嗯。不要这样。我个人今天身边坐的这个可爱的水瓶座先生，哎，梦想是，这你的梦想版很重要哎。是。啊、然后梦想版要自拍一张是这样、啊、哦，对对对，制作人哥哥说的。好的。哎，今天在现场都是你的哥哥姐姐。真的耶。对啊，你来就是一个。好拍好拍。啊，那个板板要那个整个弄进去。啊，你不要遮住你脸太多、哦。这样。好，你拍好就好了。好，应该 OK 吧？哎，我 OK OK OK， 帅帅帅帅帅。可以吗？可以，江哥可以吗？我 OK， 我 OK， 你怎么样都 OK 啊！拜托，来哦。涂善存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然后也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那个演员，或是这个时代里面的青年，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许一个宏愿。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愿望敢许到这么大，那一定要。更努力加倍的那种加倍努力，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也会在你的心里就是激荡很久，对不对？你会讲出这句话也不是随随便便。从我高中其实我就输，对，真的。涂善存实际年龄算是我本来大学想要考社工系，哦，真的，对，你现在本人年龄是22，但他其实已经有220岁的这样的一种智慧跟状态。哎呀，这个不要这样啊！是，不会不会啊，就是其实也可比一个南极仙翁的概念。南极，反正我持续在慢慢变年轻。我懂我懂，但是状态上人的志向是真的可以做到很好的啦。我们希望今天这一集回头大家再来看的时候，可以遇到不一样的善存带给你的心里头的感动，然后可以一边播那个他那个毕业照的画面，那个照片就是看得出来是一个年轻生命，然后享受着自己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时候，脸上充满了期待跟喜悦的感觉。然后我们也今天这一集实属以礼物的一种心情送给你，然后祝你毕业快乐，然后也觉得这段时间不管你在演出啊，或是今年就是真的有很多的作品，那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值得让大家更认识你的人。那今天善存在以这个毕业生之后的演员艺人的身份，然后开始要在星途里面闯荡，嗯，所以接下来就是希望每一步都可以走得非常的扎实，好，好不好？善存说，梦想是在别人的需要里看见自己的责任。对，我们安安大明星也在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今天才坐在这里了。对，谢谢。很多人的需要里，我们看到自己的责任。希望介绍给大家很多就是值得让你们去喜欢的艺人，然后每个人来都是我们的大明星，哪怕现在只有22岁，哪天你太红了也请不来。不会，我还是会来的。啊，当然当然，你敢不来的话，既然可以一句话，我就大头狗就来了。开玩笑，这节目标榜的就是这样的。今天谢谢善存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虽然那个过程当中一直沉浸在书香或是一种比较安静的感觉，但我相信这一集值得大家回头一直在看，看一个年轻的世代，然后其实他是很有想法的人，好不好？我喜欢水瓶座，谢谢江哥，我喜欢处女座，当然。甜美回气也是处女座。OK， 谢谢大家今天看那个安安大明星的直播，然后欢迎大家回头再来一直看一直看。涂善存是一个值得再三品味的新世代的青春偶像，下次见，拜拜。
Thank you.